这思韵洗发水好香啊！我觉得差不多干净了吧？再重一点点。这样？往右一点。这儿？再往右一点点。这儿？对对。刘先生，我觉得您倒是享受自如啊。那继续。继续。好，您辛苦了，可以冲了。怎么样，我发型还可以吧？还行，和皮卡丘差不多。我和皮卡丘比是比不了，那也差不多。他比你可爱多了。我不可爱吗？好了，转过去。刘如晨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？我头还有点晕呢。头晕啊？还晕不晕？不用了。那我待会儿吃完午饭再回去。我只是想多陪你待一会儿。